乌龟，姐姐，乌龟，姐姐那边乌龟。玲玲，我是珊，他在叫我是玲玲，我是李一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在基隆港的海洋广场，我们要先检查有没有气球。我知道，我要拍了。有一个螃蟹在那里啊！螃蟹，神灯，哇，神灯！螃蟹，你看那里有只巨大螃蟹，超酷的。我来看一下，那边还是海洋广场吗？海洋广场好大哦！哇，这台卡车。今天天气真好。老鹰好多，他们是有多么爱闹啊！这边都没有气球。气球上是乌云罩，大大的，闪烁着蓝色的气球。他的气球在装了，在拆封了。看，那里有气球，是一只章鱼吧？然后你看，这些小鱼。臭鱼上面有一只小臭鱼，超可爱的。对呀、啊，这些都人。好看我这，好不要看那个气球。对啊、嗯，这里可以看到小臭鱼。你有看到吗？至少可以给他看，因为我有看到橘橘的，那屋顶上有个橘橘的，有没有？真的很可爱。前面就是一个火车站了。哎，那里有一只南瓜，就对，有一只南瓜，有一只长洞的南瓜，有一只南瓜。这边偷袭一下，哦，船嘞，主游的嘞，船嘞，累，船很累，就叫船累。这是我们今天学校做的，超可爱。这个。小雷姐，我的阿志，要不要拉上阿克许？阿克许，要不要拉上阿克许？我比较喜欢这样，这样比较舒服。OK， 红灯了 ，OK，Go， 没人让我们。因为等下队友的那一只小宠物，它现在在灌气。好。不一样哦，跟这一只不一样哦，跟这一只不一样哦。它在灌汤了。OK， 等一下，从我的沙屋看。我是小猫咪。哦，哎，鲨鱼哦！啊，它掉下来了嘛！太大了吧！它还没有灌汤啊。它先回到我来。明天哥吉拉就来了，好啦，是恐龙，气球恐龙。他的名字叫小九，他的脸叫小九，好恐怖，我不敢捏他。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神灯喽，嘟嘟嘟嘟嘟嘟，看那里有个神灯，它不是气球，真的。螃蟹，一个螃蟹，螃蟹，有啊，我有看到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看一下，你看棚子要带起来了。各位观众，直接录我了，录
你的吗？还是他在试看看有没有那个漏气？那就只能到这里为止。哇，好多好多鸽子！鸽子，哇！那你可以弹出来吗？什么？五线谱啊，可以弹出来吗？这没办法啦，这太难了。十只手指头都不够用，对不对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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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以前都没有来过这里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迷路怎么办？哎，有人闯红灯被照相，有吗？刚才没有听到。有啊。我啊。这里我怎么跑来这里转转转的？真糟糕了。那是什么？这是转转塔。转转塔。这是停车场吧？不是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路。
对，小丁鱼的那一片在下面那个，记者说，不用不用，狗狗怪狗，那我自己去看就好。你家海龟在那里，海龟吗？对，有有有。你片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得订阅我。下面小铃铛可以收到新的影片通知，还要留言和分，还要分享和留言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